作为云梦江氏的子弟，这些早该耳熟能详、倒背如流，答对了也没什么好得意的。事情是这样的，今天傍晚我们一行人到达云深不知处门口。I am disgusted。但是按理说也不能怪我们呀，要怪就只能怪金子轩那个花孔雀，听鬼怪，除鬼驱邪。 为的就是度化。笑什么？不许笑！既然你已经不用听我讲了，那我就来考考你：妖魔鬼怪是不是同一种东西？不是。为何不是？ 如何区分？妖者非人之活物所化，魔者生人所化，鬼者死者所化。魏无羡，可是藏色散人的，正是魏长策公子和藏色散人之子。She's a disgrace to humanity. 怪不得这个魏无羡，鬼心眼这么多，简直跟他娘一模一样。哼，从来没有听说过有第四条。 你且说来，那为何不掘着百余人的坟墓 kind of 解百科头颅，与恶灵相斗？不知天高地厚，伏魔降妖，灭鬼奸邪，为的就是度化。Abbot, get some help！反而还要激起怨气，本末倒置，亡故人伦。忘记和魏公子，未必就是遇到了什么不测。我已经派人四处寻找了。忘记自有勤勉，绝不会和魏婴一样胡闹。 如今的二人在冷泉失踪，我只怕和……是因为在自家降过几只不入流的山精鬼怪，有些虚名就骄傲自满，顽劣跳脱，迟早会自取其辱。先生，我有疑。讲。行顽劣成性，给先生平添了不少麻烦，奉绵教导无方。 向先生赔罪。A disgrace. 王姬，过来。 They ask you how you are, you just have to say that you're fine when you're not really fine, but you just can't get into it because they would never understand. 魏无羡带着几个听学的子弟偷偷喝酒，结果被抓住了。二公子也在其中。放肆！先生，灵气而气，怨气而气，灵气处于丹服，可以劈山填海，加以利用。为何不能加以利用啊？那我再问问你，你如何保证这些怨气为你所用，而不是戕害他人？我尚未想到。你若是想到了，各世家就容不得你了。 去藏书阁，抄一千遍《李泽篇》。夫君，您早就知道可能跟阴体有关了。魏公子，您猜中了大半。先生，有些东西横竖是无法度化的，何不加以利用啊？大禹治水一之，色为下策，书为上策，这镇压即为色，岂非下策？哼！蓝老前辈，有一个问题，我想向您请教一下。 有什么问题，你不会去问他，还要来问我？那我就问了啊。蓝湛，冰河聂氏先祖所操何也？屠夫，兰陵亲氏家徽为白牡丹，是哪一品白牡丹？金星雪浪，修真界星家族而衰门派第一人为何者？岐山温氏先祖温卯。爹，你去，将他带到藏书阁，不朝千遍，不准离开。是。蓝湛。